萨拉姆你好，我是杨丽萍，很高兴带着我的新作品《春之祭》回到以色列。这个标志性的音乐表现了牺牲与重生，爱与欲望。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从东方文化和佛学的角度诠释的《春之祭》。二月在特拉维夫歌剧院，期待与你见面。